今天呢，我带易阳跟小贤要来吃我跟丽人上次吃过这间印度咖喱。对，那它是一间看起来小小一间的餐厅，但是它里面的东西非常厉害。这一次来呢，我们就是待会会点一些比较特别一点，然后就是口味可能比较重一点的，来让大家看一下，就是比较正统一点的印度他们做的料理是怎样。这边的厨师他本身是印度人，我是易阳，今天带你来吃那个印度咖喱，期待吗？非常期待，因为其实你在高雄看不到太多印度的料理。对啊，印度朋友比较多。没有错，之前也是在附近读书。可是我是到也是到认识你才知道，哦，原来有这一间，因为它真的有点不起眼。那小田呢？不要装可爱，觉得怎样？今天第一次来吃这个印度料理，蛮期待来吃的。上次吃的那个可能跟这个不太一样，这一个就是真的不到位，所以很期待啊。OK， 上次吃的应该算是台式印度料理。是这一个好的鸡腿看起来比较久，这是我们新的酸甜水煮炸球，还蛮特别的。它在印度算是很有名的街头路边小摊贩。好，那他点一个这个。这个真的是还蛮特别的，四份咖喱，然后就是四份原味饼，还有一个饭，一个是饭的。那咖喱有要再增加辣度吗？我们本身不会太辣，放心。那我的羊咖喱加辣度吗？加到小辣。谢谢。淋一点糖汁。口感怎样？有点像马铃，然后是有点凉拌的那种感觉，有点酸酸的。一样豪气一点，他刚刚说塞得越饱满，口感越 好，是不是？没有问题。它吃起来会感觉很清爽，然后酸也不会太酸，很顺口。印度街头小吃，既然老板娘说塞得越饱满越好吃，那就是要把它塞饱满一点。只是说你在印度路边街头小吃，这个应该都已经塞好了。没有，你客人来的时候，他会帮你装，他塞一颗你吃一颗这样。口感有点像马铃薯，对，那就像你讲的，很顺口。然后就是烤饼，这个一粒粒的应该是土豆啊，包什么豆啊？觉得很特别。它酱汁是冰凉。对啊，因为印度很热，跟泰国一样，所以他们都要做清爽口感，要么要酸，要么要辣。小强，爱哥是你的。那是肉吗？哦，好大块哦。那鸡肉很嫩。它口味蛮重的，对不对？太饼蛮好吃。超厉害。羊的骚味我喜欢。哎，你是母羊座呢，吃这么骚的羊，更骚。我吃我自己同伴，它味道真的超重，这真的是重口味的。这是我现在吃过最好吃的咖喱。我平时其实不太爱吃咖喱，因为太淡了。
很多地方的咖喱味道真的都太淡，而且它颜色很重，真的都是天然的色彩，超好吃，味道超浓。等一下你们自己尝尝看。我这是浓厚的，我这个看起来就是呀 ，Oh my god！超好吃，肉质比较强，羊的肉质很赞，这一款菠菜的超香，哇，这菠菜用料真的是实在，很浓，好浓的菠菜味哦，它的鸡很嫩，嫩鸡，超嫩。可是有一些人不敢吃羊，那个味道会塞满你嘴巴。羊肉乳 mass 版，超级羊的羊骚味是，那应该不叫骚味，有些人会把它当成是一个香味，就是有点那种骚味比较好吃。对。好嫩哦。你有刚刚的青酱吗？没有。我跟你讲，他们这个啊，一定是抹香料之后啊，厚厚的抹上去，然后送进去烤。我觉得这个最后浓到一个极限。吃印度料有一个特别地方，手都会那么脏脏。这边吃完之后，应该还会想再来。再多叫一个冰品。我也想要试其他口味都试一试，因为我觉得它的每一道咖喱的味道真的都很赞。在外面也没有吃过羊肉的咖喱饭吗？很少吧。反正就来吃看看喽。我坐这个位置，你就来这边吃，你就知道我的感觉了。吃就对了，不要问那么多。坐我坐的位置，我坐在门口就是接进来这一个位。你们有公休日吗？有，礼拜二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